新的一天要开始啊 ！Hello， 我是菲菲。今天咱们来看一看《画江湖之不良人》的真 cos。哇，虽然说他已经完结了，但是呢，一天是不良人，永远都是不良人。我的名字叫芝麻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有朝遇见此生前。我怎么感觉这个痴梦有点弱，而且是那种可爱型的。说实话，真的，李星云越拧巴他越喜欢，毕竟天生一对啊。诸位可愿为本帅俯首？臣愿俯首不亮手。臣愿俯首。太厉害了，不得不佩服，真的，这个不良帅我愿意为他臣服。是不是很多人都喜欢痴梦这个角色？真的很俏皮，很随性，真的也很随自己的心意。太少了，就那么两秒钟，不行，那条腿不要重新回去看。不错不错，很像。但最主要的是我想看他那个身材。虽然说差了一点点意思，但是整体来说你敢说不帅气吗？如果是他的话你也会跟随的。里面走出来的肌肉血了，你是美好一天，接下来关注我们下期视频，不见不散。